本作品由畅读书城出品。臭娘们儿！你在干什么？啊！敢动本少爷身边的女孩，找死！我看找死的是你！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，你以为本少爷是谁？你是冷少？冷少饶命啊！我不知道他是您认识的人，饶了我吧，我真的不敢了。用你刚才的话说，道歉有什么用？啊，冷少，求你放了我吧，我真的不敢了。算了算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先去买药。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我买了绷带。啊！过来。啊！好大，好奢华啊。少爷。这就是有钱人和穷人的区别吗？啊，好刺眼啊。哎，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喂，你等我一下。少爷好，今天需要为您准备什么宵夜呢？不用了，都下去吧。今天的宵夜已经有人帮我准备了。是，少爷。死丫头，还不过来。来了。给本少爷倒杯水过来。啊，茶几上不就有吗？你干嘛不自己倒？你说呢？还不快去。哦，行吧，看在你手伤了的份上，给。喂我喝。啊，我喂你喝？这家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你是我的奴隶，当然要伺候我喝水喽。啊！快点，本少爷已经等不及了。啊！近一点，我喝不到。再靠近点。爽文很好玩是不是？老娘不伺候了。呸！你也太……我去给你做宵夜。最近到底怎么回事？在学校里跟那个混蛋纠缠不清就算了，还跟他回了家，还有我的初吻，都怪冷浩那个混蛋，说他还要吃夜宵，家里那么多佣人，非要指使我，吃死你算了，吃死你我就……可他还帮我救了奶奶，刚才也多亏了有他帮忙。回想起来的话，刚才的事情也是慌张居多，并没有觉得不高兴。我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过他，他长得可真好看，对自己也那么冷酷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是你做的？是。
以后不管是早餐还是午餐晚餐，你只许做给本少爷吃，听到了没有？哦，还真是霸道。他要去哪儿？接着去睡觉吗？那我是不是该回家了？看你炒饭还做得不错的份上，明晚有个舞会，你陪本少爷去参加吧。啊，舞会陪他去参加舞会？啊，虽然没有参加过，不过好像很棒。我，哼，果然答应了。我明天晚上没空。你在想什么啊，安然？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去什么舞会？难道还真想跟这个大少爷发生点什么？有那个时间，还不如去找点兼职，外婆还病着呢。你居然拒绝？做梦！我告诉你，你是我的奴隶，我说你必须去。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还是那么霸道。我就不，你拿我怎么样？你不是还认识那个什么白一瑶吗？让他陪你去呗，他肯定乐意。你，我什么？哼，好啊，你不去就不去。不过嘛，你的外婆可就……你居然拿外婆威胁我！本少爷就是威胁你了，怎么了？你混蛋！我就是混蛋又如何？你来咬我？该死的，冷浩，你给我记住，早晚有那么一天我……是是是，本少爷拭目以待。本少爷现在要去休息了，一楼客房自己去睡。想得美，我是疯了才会住在这儿，明天接着被你折腾吗？怪该死的冷浩，害我昨天半夜才到家。啊，昨天半夜，啊，惨了，要迟到了。妈，我洗碗了，我先走。